有线请你睇《梦幻巴黎》，令人心醉神迷的夜巴黎，活力动感的篮球特技，还有惊险刺激的六人飞车、昂扑特技、魔术、溜冰、喜剧等多种元素的《梦幻巴黎》，即将在6月17号结束澳门站的巡演。如果你还未亲眼看过巴黎的梦幻之美，又或者想再次梦回巴黎，享受65分钟绝无冷场的演出，就记得留意澳门有线电视的 Facebook 参加活动啦。门飞现在在澳门售票网和广星各大门市都有公开发售。